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5号啊。我胡大哥咁快咁啊嚟咗澳洲半年，今天终于嚟到呢个 Adelaide 啦。今天天气好好，人都开心啲啊，真系。呢度咧就系 Botanic Garden， 就喺Adelaide 嘅市中心啦。呢度真系好正啊，正到爆炸！咁我带大家睇下，喺呢度行嗰阵时候，我就谂起之前喺 Munich 啊德国嗰度去嗰个 English Garden 嗰度一样系咁靓。咦？呢度有。有隻鴨仔，哇！游得好快啊！仲有幾隻喺後面。呢度跑步都幾正，等我遲啲又喺度跑下，練下馬拉松先。嚟緊12号咁啊，會喺 Melbourne 嗰度跑半馬，即係要好好準備一下先，唔係都幾難跑得完。好耐都未跑過添，呢度真係好多人跑過。好舒服啊！你喺呢度，喺呢度留一日都冇乜大問題。依家咁啊，又唔係好熱，又唔係好凍咁樣，20多度到啦，好舒服又唔好曬。依家咁啊，正值係冬天啦，冬天尾啦已經。最適合去郊遊嘅時間，越人踩單車啲。剛才我還去了那裡Adelaide 的大學，那裡 University of Adelaide 那裡，那裡很傳統，很古色古香，讓我想起科大的日子，真的做學生是最好。如果有機會的話，回去大學那裡讀 Master 都挺好。今天其實我都沒什麼 planning， 都是周圍走一下這裡 Adelaide。 很多人都說 Adelaide 麻麻地，但是我覺得如果這裡這個公園的話都挺正，挺舒服。剛才大學都挺好，跟 Perth 真的很大分別。這裡就更加城市 feel， 但是都有些幽靜的地方，有些古老的古色古香的地方。好啦，今日到呢度先啦，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